标题：国风美少年再现经典 SNH48 宋欣然，以木兰之心。因国风之美本是女儿郎，心中盼红妆。在12月7日播出的国风美少年第二期节目中，来自 SNH48 的选手宋欣然在舞台上饰演了中国古代的巾帼英雄花木兰，演绎出花木兰身着女装的翩翩风采。伴随着宋欣然婉转清丽的歌声，合作舞台木兰正式拉开帷幕。宋欣然一袭飘逸的红裙翩跹登场，步履所至之处，仿似开出了朵朵红花，在灯光的散射下格外动人。当血染铠甲，斜阳落下，雄鹰振翅过，带着冷艳假面潇洒飘飘上舞，广袖倾城。宋欣然的演绎既显木兰女儿家的娇美之态，又不失女英雄洒脱气度，她身上释出的悠悠古典风情，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这一期节目中，宋欣然没有发挥出最佳状态，未能将歌曲完美呈现，略有遗憾。但整场演出仍有可圈可点的亮眼之处，现场的导师对宋欣然也是寄予厚望。正所谓严师出高徒，导师们的高要求和鼓励的话语也鞭策着他不断学习和努力。作为一个潜力无限新生代偶像，宋欣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无论成功或失误，每一次演出都是他成长的勋章，而他也定将不负期待，勇敢前行。国潮来袭，魅力难挡，以歌舞展现传统经典，弘扬文化自信。